前段时间土味情话大火，无论是电影还是综艺，抖音还是微博，随便一刷它都会出现在首页，听多看多就会觉得油腻。许多网友表示，这一次我真的有点厌烦了。知名搞笑博主 at 微博搞笑排行榜发起了一个活动，一句话回对土味情话，到目前已经收到18万多的评论。看了评论的文经，不得不说这届网友是真的优秀，回对起来针针见血，句句戳心。网友回对 at 林叶子，我再找出口，谢谢 at 孤独的曼达林，有些寂寞，我 PM 只是迷路了 at Hussle， 我也没办法，嚼了炫麦根本停不下来 at 我看你皮带痒，找不到厕所，急死我了。网友回对 at 脑子，你知道你和沙僧什么区别吗？他叫沙僧，你叫沙雕 at 马桶盖与尿不湿，你和唐僧的区别难道不是一个吃藕一个吃斋 at 就一只仙女呀？唐僧的经书泡了水，我的脑子没进水 at 奶里奶气，知道我和唐僧有什么区别呢？出家人不打诳语，我打你不讲道理。网友回对 at 青蓝 www 千树万树梨花开，我家不想给你开 at 哥哥 98k 贼垃圾，万水千山总是情，你问我爸行不行 at 养狗倒计12081008008，两个黄鹂鸣翠柳，你个傻子快点走 at 贺高能，忽如一夜春风来，关门放狗你走开。网友回对 at 林超的童童八嘎的路吗 at scratch 0809，高德地图持续为你导航 at darcy 兜兜麦，此路不同 at 川下18，对不起我心里人山人海，恐怕你会迷路 at 随大大 local，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网友回对 at 今天又没吃个呱呱，还我一个宁静的夏天吧，求求你了 at 007袍，算了吧，我喜欢五月天 at 寒寒的寒，还不如和我的二哈聊天 at 木叶村上，都不如送你上西天。网友回对 at 稀罕小鸭酒，对不起我对狗狗过敏 at a 井不急不急不急道，你也归根吧，我不要 at 爱新觉罗大洲，我叫阿西，你归西吧。看完之后是不是觉得网友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如果你实在受不了天天出现在你身边的土味情话，那还不快点赞收藏，必要时拿去回对他们，还自己一个清静的世界评论区回对一句你看不惯的土味情话。